转载自百家号，作者爱歌体育，北京时间8月9日19点35分，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 U23 男足进行的一场亚运会前的热身赛中，作为亚运会前最后一场热身赛，本场比赛的锻炼价值很大。面对实力强劲的伊朗队，中国队3-2有惊无险地战胜对手，迎来了热身赛3连胜，也带着一场胜利出征雅加达亚运会。开场仅2分钟，伊朗队后卫后场传球失误，陈彬彬抢断成功后突入禁区，右侧横传中路，张玉宁轻松推射破门，1-0，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。第18分钟，姚军胜中圈附近送出一脚长传球，张玉宁前场中路插上突破到禁区前沿，被哈加普尔马穆罕默德放倒，中国队获得禁区弧内位置绝佳的任意球。姚军胜操刀主罚，皮球画出一道弧线绕过人墙，急速下坠飞入球门右上角，中国队2-0领先。第35分钟，刘洋现场左路突破到底线附近传中到禁区中路，张元赢球推射破门，中国队将比分扩大为3-0。进球后的张元双手指天祈祷庆祝进球。第39分钟，伊朗队前场断球后转到禁区前被中国队员挡出，阿扎迪穆罕默德马德莱扎抢断后禁区中路赢球扫射破门，1-3，伊朗队扳回一球。第52分钟，在伊朗队的凶狠逼抢下，威士豪在后场横传刘洋传给高准翼，高准翼身边有伊朗队员过来仓促选择回传，皮球贴着左侧门柱滚进自家球门，2-3，伊朗队再追一球。69分钟，威士豪送出精妙传中，对方门将出击将球击出，同时和队友相撞受伤失去意识，随后他被救护车抬离球场。中国 U23 出场阵容，一陈威，2-18邓汉文，3刘一鸣，4刘22徐刘刚，高准翼，4刘洋，19张元，4刘27陈哲涛，6姚军胜，8820曹永进，17何超，11陈彬彬，57八冯博元，3黄子昌，40刘7韦世豪，9张玉宁，82 24龙城。